外过年要做的事情还有换新钞。中央银行在昨天宣布，下周四23号起到29号，一共5天，你到台银、土银、和库、义银、华银、彰银、台庆银跟中华邮政，在全省指定455个地方都可以换新钞。那么最受欢迎的百元钞是每人每次限兑换100张。